下面我们讲解一下测试啊，就是用屏幕控制做测试。首先，我们将样条放置在夹，将样条放置好之后，我们选择自零，一定要按自零之后才能做测试，按自零，然后按测试键，开始进行测试。然后式样拉断之后，机器会自动回到原位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大力。如果我们需要打印，我们点击打印，点查看，然后按打印一，即可输出我们一个打印的报告。